所以特别注意哦，第一个当然，请使用者输入一个数字啊，并且帮他转型成 INT 啊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的习惯哦，如果我是无限次的话，我一般习惯哦会输入一个叫 while 哦，后面加一个一冒号就可以了。但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一的话意思啊，当然你在程式里面呢，一其实就是 true 啦，意思就是说哦，反正无穷回圈就对了，反正你就一直进到回圈里面。那什么时候会跳离？所以会有 email 后哦，一定会跟着一个 break，就是说哪个地方，那当他答对的时候才会 break。所以如果你有会有 email 哦，里面程式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 break，否则的话会无穷回圈哈。那当然你想说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我不要打会有 email 后的话，你可以打会有 true 啦。会有 true 的话，就 true 的话就是会进到回圈里面。但一般习惯啊，当然我讲过，程式。如果能够少打一点字哦，我就少打，所以干脆我就直接打快有 email 哈，就 OK 了哈。意思就是说，它会不断的进到回圈里面。当然你这边哦，我刚刚讲，你可以打一个快有 true，OK 哈，你可以在这边的话打一个 true，其实 OK 啊，这样也可以啦。不过当然以那个字数来看呢，快有一行比较简洁啊，所以我的习惯这样。接下来的话判断，那判断的部分的话，当然会有三种，一种是什么？如果它猜的数字哈，哎，如果怎么样，比那个就是乱数呢哈，要不就是太高，要不就是太低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如果哎，所以啊，另外一种就是什么猜对了，那猜对的话，另外记得啊，如果他猜对了，你要跟他讲说恭喜猜对了，啊，并且哈，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break，如果你没有 break 的话，哇，完蛋，他还是继续猜，好，永远停不下来，那程式就无穷回圈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 if。哎，如果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假设它输入的值哈，它怎么样小于乱数的这个值？哎，小于的话，那我要提示一下哦，你这个值怎么样呢？就跟他讲一下啊，太低了，高一点，有没有？OK。那相反的哈，如果刚好这个的话，如果它猜的值大于里面乱数的话，那刚好就跟他讲啊，太高了，低一点啊。所以底下的话呢，当然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再让它输入一次。所以再让它输入一次的话，我可以把刚刚这一行直接复制贴下来，你跟他讲说啊，再输入一次吧，OK 哈。那 if 第一个逻辑，第二个逻辑的话，我们前面讲过，那你就是 else if 的话，实际上就把上面这三行复制贴下来，贴下来前面呢怎么样，加一个什么呢 el 就可以了，上面贴下来，那把那个什么呢，原来是小于把它改成大于，然后太低的话把它改太高啊，其他就一模一样，OK。所以基本上哦，程式看起来好像蛮多的，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是贴下来改一下就 OK 了哦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当然哦，除了上面这两种情况，不可能有太高太低，中间剩下的嘛，就是答对了。所以呢，else，所以呢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第三重的逻辑就是 else 怎么样呢？哎，print 就是跟他讲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然后呢，就怎么样，底下记得要加一个 break，OK，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。哎，应该还蛮容易理解的吧？OK，所以程式没有几行，但是呢，以后很多的程式啊，基本上我都会这样写。就比如说，所以我的逻辑上，假设说我希望不断的进入回圈的话，那我就刚开头一定是一个 while 哈，像我哈，所以底下什么剪刀石头布啦，或者什么呢？后面还有个那个 month C，猜那个月份的英文，把刚跟我讲那个月份英文到底它是几月啊？那也是类似的方法，所以会有一冒号，那记得如果猜对的话就 break，OK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请各位哈思考一下了，其实这边其实蛮多还可以变化，比如说我不要是1到20，我可以再更多出1到50，1到100，哎，让他可以猜。啊，如果你增加的话，难度一定会增加。啊，1到20比较好猜，那猜对这个感觉哈，那个哎会比较有成就感，哈，猜得到。那第二个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地方哈，如果我不要是一个无穷回圈，那我顶多因为你猜，大概猜个5次还猜不到哈，那应该是要不就运气差，要不是你没有认真猜，有没有？你是慢慢猜猜很，那5次以内，所以呢哈，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程式改写，如果我只限制它只能够猜3次，如果它3次没猜对，那就强制离开这个程式，就不能再猜了。跟他讲说，你最多只能猜3次，哦，OK，那3次超过就等于
你就猜错了意思啊。OK， 所以请各位也许改一下了哈，这地方如果我今天呢，我希望呢程式只能够让我猜三次就不能再猜的话，那我当然就不能用 while 哦，哎，一冒号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想，可是我只能猜三次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就用 for 回圈，为什么？因为 for i in range 嘛，对不对？那 range 呢，你跟他讲说，啊，你第一个跑一次，对，那他 step 一次嘛，那再一个，第二次，再一个，第三次了，好了，不能猜了，强制跳离了。OK，那可是问题哦，这个地方要怎么改？好，请各位想想看哦，把这个地方改成只能限制他猜三次。OK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OK，那因为我们一般在处理一些程式，就是一些相关问题、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说，到底哈，你这个程式是要执行不断执行，还是说你只能执行个几次之后，当它执行几次之后呢，就不能让它继续了。就像说人家输入账号密码，对不对？你账号密码你不能说哦，你一直输入一直输入一直乱踹。那他如果是有心想要一直踹的骇客的话，那他都一定猜，反正就用各种方式猜到对为止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让它有次数限制啊。所以其实像你们用那个提款卡一样嘛，如果你密码输入几次之后啊，如果你还是输入密码错误的话，基本上他就会把你的那个提款卡给没收了，你就不能再乱猜了，这样会比较合理。可是问题呢，如果在 Python 里面哈，我希望能够把它改成有次数限制的话，这个地方该如何修改哈？各位想想看哈，或者是说哈，如果你这改完，你还可以的把那个猜数字，比如一到20，可以把它改成一到30、40、50，让它再增加，甚至未来还可以写一个游戏了，难度越来越增加。好，原来猜数字游戏，好，那你可以从最低阶，好，比如一到十开始猜，一再慢慢增加它的难度。OK，那另外的话呢，哈，未来是也可以玩游戏，那让它可以怎么样计算它答对的时间？当然哈，它如果答的这个次数越少，还有它的时间越短，它的分数越高，哦，然后也许甚至还可以做个连线吧，大家一起互相把结果记录到云端上面，然后互相排名，看谁的这个名次最高，哈，其实也可以衍生出类似这样的比较一个简单的游戏啊，试试看哈。不过这一题我们也许可以想想看，如果它只能够猜三次。三次的话，第一个你就把那个无穷回圈怎么样改成那个 for 回圈，那你可以给它一个限制啊，什么呢？for i in range，OK，你就给它只能够猜几次啊，所以限制它次数的话，零逗点啊，比如说你就零，进一第一次、第二次一、第三次，那就是二，然后这边的话你就三嘛哈，零一二进到回圈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当然你就让它判断，那判断完之后的话哈。最后呢，当然，如果他假如呢，全部答完之后还是不对的话，那你这边的话跟他讲说 print 啊，你就是有限制说，答错了，这个哈，我用这边把它用这个来复制哈，这边的话呢，就直接跟他讲说，你这边哈答错了，那你答案为什么呢？你甚至可以把那个东西那个数字把它加到后面，用逗点好了，逗点后面的话把那个 RND 这个变数啊，把它放到，跟他讲说哦。你实际上，你答案应该是这一个，好，你都答错了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如果说以后哈，让它没有次数限制的话，那你可以用 while 啊，一冒号。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，能够给它一个次数限制的话，也许你可以让它用个 for 回圈，反正就跑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好，没有了就跳离了。OK，你也不用 break 了，因为它到零一二嘛，二之后再跳离了，它就不会再进到回圈里面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来跑哦。基本上呢，应该理论上是 OK 的哦，理论上 OK。然后比如说我输入十，然后太高了，低一点，太高了，低一点，那就五哦，太高了，太高四，OK。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啊，恭喜答对，你看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会跟之前一样，就是它怎么样呢？他答对了，但是他还 break 之后又会执行底下这样，所以我们刚刚之前有跟各位讲过，你就不要 break，
你可以让它怎么样呢？跳离这个程式，下面那一行不要执行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这边哈，再先 import 一个 OS， 用什么呢？用 OS 里面的 exist， 就不要 break， 因为 break 只是说 break 这个回圈，它没有跳离这个程式哦，所以如果你要跳离这个程式的话，你可以用 OS 点一个底线 underline 哦 exist， 你可以这边有个 exist， 啊 status 给它输0就可以了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它即便答对了 ，OK， 那就不会执行下面的东西 ，OK， 类似这样了。但是这个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正确哦，不过会有一个错误，就是说它其实跑哈，基本上第一次零一二跑完之后有没有？它这边如果说再输入哈，好像会有个问题，说它输入的值哦，最后没有办法回到上面做逻辑判断。所以这边如果比较正确的做法，应该是哈，可能要在这边呢，再让它跑一次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也许可以再想想看，这边的话，如果最后一次输入啊，它没有判断的话，那可能会造成错误。所以哦，我在那个云端上面哦，有提供了一个程式，就是这边呢，也许你就是再多让它怎样，先判断一次。它这个逻辑是说，如果呢，它这个 i 的值哦。是最后一次，而且它不等于那个乱数的结果的话，我们一样把它 break， 让它跳离过来，就是多让它判断一次哦。这样来写哦，可能会比较精确一些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。这个部分呢，主要就是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话 ，OK 啊，其他也是一样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如果有次数限制的话，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请各位哈，就是要用那个用 for 回圈，你用 while 回圈。但你用while回圈也一样可以增加那个就是它的次数，不过呢齁，如果你要计算说次数的话，另外一个方法，你用while回圈可能要多一个变数，就是计算说它比如说它拆过几次齁，也许在底下你可能要多一个变数齁，那个变数的话每拆一次就加一加一齁，有点像之前我讲过齁，就是如果你要把那个 for 回圈改成 while 回圈，好，变成你要自己再把那个数字加一，好 ，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。当然呢，以程式的简洁度来看，用 for 回圈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些，哈，试一下哈。